环境要高档，氛围要浪漫，帅哥美女不要帅哥啊。这款软件呢是针对男性用户的，你要让男人呢看了你的广告，觉得哎呦，连他这种货色都能约到美女，于是信心爆棚，拿起手机就下载啊，懂了吧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没有后悔和我在一起啊？这还问吗？肯定后悔啊！我就知道，像我这种没长相又没工作，健身高不到1米5，偶尔还会家暴的软饭男，你怎么会看得上我啊？嗯，我是后悔啊，我后悔没有早点下载粉圆，早点认识你。是吗？嗯，我就是看你敦厚老实，是真心对我好，不然怎么会主动找你约会呢？没想到粉圆上的女人这么主动。哎呀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好啦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嗯，我爱你，诚恳动人，真实浪漫，我觉得这一版非常的。为什么会有把枪啊？赵天柱，我实在说服不了我自己，我想办法让剧情合理呀。你有不满你就直说啊。